前，我还想要就是跟朋友来来越南，对这里其实蛮好奇的，好期待。我是很喜欢越南这个地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叫小法国嘛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在一起，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异国风味的一个国家。因为我本来就很怕是爬虫类啊，所以吃到它吃蝎子我就很担心，然后我一看见那么大，我说也太大只了吧，导演就说你就尽力就是把它就是咬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一直很想要盯着他们看。你是他吗？我不想。你可以待着。然后说你看他的裤子，你看他的裤子，然后就是觉得哦，他们怎么穿那个太可爱，还装吊带。别怕，我大概就在这一直等你。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，但因为这样，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很团结。我们三个人非常合得来，永远会一起 fighting。